月23日，又一部作为献礼建党90周年的电影飞天，最近举行了官网启动暨主题曲 MV 发布仪式。导演王家、沈东，主演刘志斌、乌刚、赵小明等出席了此次活动。在发布会上，制片方公布了5分钟片花、影片预告片和主题歌 MV。这是电影飞天首度公布片花和 MV， 其中包含了大量特技镜头和宇宙奇观。主题曲演唱者常石磊现场演绎并获得好评。会领导共同开启了电影飞天的官方网站，即日起电影飞天官网将独家揭秘宇航员训练细节和特技场景制作细节，图文并茂，以最生动的方式为观众解读影片中展示的精彩内容。球场，那我们一起来倒数5、4、3、2、1。作为一部穿越时空、展现未来20-30年我国在航天领域建设前景的科幻巨制，为了取得最好的拍摄效果，演员们为了这部戏也吃了不少苦。沙漠奔跑这场戏就让我体会到了我要死了的感觉，因为它表现那个极致的情绪嘛。大家都知道沙丘蹬下去的以后它是没有阻力的，就是跑起来非常的困难，然后要那个比较极致的情绪的一种爆发，然后又要拍从背着镜头跑去，迎着镜头跑来，横着镜头跑过，然后最后最过分的是还要飞机跟着你跑。跑了以后就是那种。据了解，我国著名航天员杨利伟在观看该片后感动不已，并给予了最大肯定。我已经看过3次这部影片了，每次都看得泪流满面，然后说这部影片让我忘记了我曾经是一个航天员。他当时第一次看完，他跟我讲了一句话，他说看这部影片我最直接的感受是，那一刻我忘了自己是个航天员，我只把自己当做一个观众，然后那一刻我忘记了你是个演员，我相信你就是我的战友。我觉得这一点，他这样一个评价对我们这个创作很高，我觉得我很感谢他。